大家好。咁啊，今日应该系我哋第二年系圣诞节。咁啊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咁啊，希望今年都继续做落去啦。咁啊，最主要同埋公主做呢个节目咧，就系啊，因为冇走。好唏嘘。系啊，即系我哋都系讲开个年节啦，又系今集又主题嘅，但系讲年节。喂，其实咁样落去会唔会即系没完没了到一个地步？大部分国家唔当系一回事咯。咁几时先去到呢、這个呢一步就真系唔知咯。系。咁啊，即系嗱，之前就话咩？Alpha。Delta，Delta，咁啊，跟住 Omicron， 咁佢有好多希臘數希臘嘅字母好多嘅。如果嚟緊係即係呢個 Omicron 過咗，依家 Omicron 係發燒啫嘛，好抵死嘅就流鼻水，咁啊唔發燒，咁啊如果又大家平息咗，跟住又嚟一個 Amazon 咁，係咪呢個係一個哲學問題嚟咯？係。你冇病徵嘅話，你咪個病人咧？係。就係咁啊。冇病徵係咪個病人？係。就係咁咯。系你真系好哲学性嘅一个问题咯，即系如果我同你净系得我同你接触嘅，大家都冇病征，咁你同我讲唔系咧，你有病，咁、我觉得系一个荒唐嘅事咯，系啊，我又冇增加到医疗系统嘅负担，系啦，咁但系我要负责，因为我有病啊，即系我 check 到我系啦，系啦，而家就系话俾你听咁样咯，系啦，但系唔系，再去个问题就系呢个 philosophical 嘅问题，就系你会传染俾人。而家梗系咁讲啦，系啊，我冇谂过呢件，所以佢卖呢样嘢就话俾你听，要为咗公众利益嚟讲咧，你系要，我系话俾你听，你系有病，你就有病噶啦，咁样咯。咁但系纯粹从个人个出发，即系点解鬼佬搞到咁咧，就系咁咯。从我个人出发，喂，我乜都冇事，你话我有病，你叫我唔好出街。我又系啊！你而家有啲人系连鼻水都唔流噶嘛？真系系啊，乜事都冇噶嘛？咁你话我有事，咁我又唔知道我有事，咁我系咪有事咧？咁你好难，系最难搞嘅呢样嘢啊嘛！咁所以你话完唔完，终归有一日要完噶。咁但系你讲紧佢一定会变，一定唔停咁变，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噶啦。唔会有一日停咗唔变噶嘛？咁你几时？几个大国家出嚟讲话，我真系唔当呢啲系一件事，咪就系完嗰一日咯。我记得我同阿大师初做节目嗰时咧，都讲咗个问题，即系我哋大家嘅共识就系话，始终一日会习惯。系啊，即系习惯咗就当冇件事啦，即系当风土病啦，即系咁。系啊，但系似乎依家呢班嘢就有少少又俾人称话，我其实好烦嘅，即系我每一日睇新闻咧，佢讲有隔离，有咩喂，大家都冇事，生活如常。即系我真系想讲，究竟依家发生咩事？咁香港可爱之处就系、是你真系唔出去嘅话，而家我哋嘅生活真系好正常噶嘛？咁即系唯一可以感恩系呢样嘢咯，可能系因为你喺外国系真系可以好唔正常。因为我有朋友喺美国，佢都去住 New York 啦，佢都话要开始惊啦，因为佢去做医生嘅，佢话系啊，而家见到入医院嗰啲都系打咗针噶，有啲即系有啲要住医院嘅都系打晒针嘅人。系啊，咁但系佢本身是医生嚟噶嘛，咁佢梗系信疫苗有用啦。咁但系咁佢本身系医生啦，系啊，都系同佢切身关系啦。系啊，咁佢一定要打针添啦，佢已经打咗第三针啦。但系佢话我佢见到第一我嘅同事系病紧嘅，系啦，咁佢就话其实咁咪担心咯。咁我同佢解释我哋而家香港嗰、那个点解我边度都去唔到，因为我翻唔到嚟。咁佢话咁你嘅自由去咗边啊？咁我就话我有自由嘅，唔使担心。我会唔会病咯？咁你系有个费用，即系要俾啊！即系 one way or another， 你都要系牺牲一啲嘢噶啦。咁咪唔出去住咯。咁只能够系咁咯。咁但系相对嚟讲，香港算好舒服啦。你即系起码我哋坐低喺间餐，即系我哋系基本上戴口罩系为咗礼貌啦，同埋为咗唔好犯法啦。美容唔系犯法啫，因为佢真系可以告你噶嘛。咁但系你入到餐廳，個個都已經除曬口罩，咁即係冇事咯，又係咯。我哋唔好，我停一停先。我哋今日話題，我哋今日嘅話題，我哋今日話題冇睇，我哋今日話題 Matrix。我係講講呢個廿二世紀殺網絡嚇。咁啊，最新嗰集就你睇咗啦。係啱啱上畫。你睇咗
OK 嘅，我覺得 OK 嘅。嗱，放心啦，大家觀眾收聽落嚟，唔使擔心，我哋冇劇透嘅，我哋預先講明係唔劇透嘅，我哋就係講 O 唔 OK 嘅。咁啊，對我嚟講咧，就無論 OK 唔 OK 都入場啦，呢啲嘢係你都要睇嘅，我都要睇噶啦，因為冇理由唔睇嘅，即係頭嗰三集都睇咗。一来啦，同埋二来呢套电影喺好多领域上面咧，都系喺嗰个时代咧，喺嗰段时间啦，都系一个好划时代嘅。佢慢动作啊，鬼佬打功夫啊，呢啲嘢即系拍摄手法系一样嘢啦。另外嗰阵时一个佢能够将一个唔算系好主流嘅一个想法，将佢用一个好商业嘅包装再带翻出嚟。咁呢个系。是很重要的，我覺得即是一部重要的電影來的，真的很重要，即是我們說22世紀大幕，1999啊，是的，90年代尾，90年代尾，即是我知道就是驚為天人，即是第一次入場，即是那些慢動作，即是我們那些跟著做，考著腰那個，那些跟著做，那些跟著，那些很重要的，那第一件事就是將中國的功夫元素融入在裡面，是，袁和平過了去，後來是有我常威演，即是很厲害啦，那啊，另外就最主要是處理了一個，即一路下來一個老生常談，即究竟我們是要看一個環國的人，是的，即是其实是很佛学的，我觉得。因为那段时间 我大学是刚刚读宗教的。那我有读印度教，有读佛教。天主教都有读啦，即是但是天主教没东西的嘛，其实即是很没完，即是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来的。但是复杂一点的就是佛教和印度教那些。那都有类似的概念，就是说你的生命是不是是咪真嘅？即系你见到嘅嘢系咪全部都系真嘅？你点样先至可以去到即系真正醒觉觉悟嘅一个境界咁噶嘛？有个咁呢个嗰阵时，我记得系一能够用一个咁嘅方式去演绎出嚟，而唔系用一个好闷嘅宗教角度去讲咧，其实系好即系能够将呢个概念带到俾唔同嘅人咯。咁我觉得系最重要嘅一个信息咯。呢个系即系当时系几破天荒，即系大家其实呢啲嘢都唔系。系，本身即系大家一路落嚟都有去谂呢样嘢啦。究竟我哋嘅嘢系真咧？但系亦都同戏里面讲一样啊嘛。有啲人从来都冇谂噶嘛。系系，有啲人从来冇谂啦吓。即系究竟你点样去即系呢个其实系一个古老嘅哲学，即系所谓认知系啲乜嘢？系，即系知识论最大，即系一开始嘅一个好原始嘅问题啊。即系我读哲学噶，即系同大家讲啦。咁啊，哲學就基本上由古即係老派啲，依家新派又多啦嚇。老派啲嘅哲學就將哲學分成三個大類啦。第一個就形而上學啦，係上知識啦。咁第二個咧就係知識論啦，係啊，知識論就係講緊頭先我哋講問題啦。究竟我哋嘅知識係嚟自邊度咧？啊，咁第三個倫理學啦，啊，咁啊我就集中火力喺知識論度啦。咁啊，即係十七世紀嘅時候，咁啊德國有班哲學家，即係康德啊、黑格爾嗰啲，都講一個問題。究竟我哋呢個世界見到嘢係咪真嘅咧？係憑乜嘢話俾我聽係真嘅咧？我憑乜嘢我睇到咯？我聽到咯？我聞到咯？我條脷感覺到咯？我皮膚接觸得到嚇？咁但係有個問題就係呢啲嘢全部都係你嘅大腦信號。係啦，全部都係信號嚟嘅。係啊，全部都係信號嚟，因為你所謂你摸到嗰樣嘢，其實係你當你摸落去嘅時候，係你大腦裏邊嘅一個信號嘅接觸到，咁而你知道你自己。再加上你學了的知識，就告訴你這些是什麼來的。有一個很 traditional 的例子，最經典的例子就是說，咦，前面有個紅色的蘋果，雲公子你看不看到前面有個紅色的蘋果啊？這樣，前面的確是個紅色的蘋果，但是那班哲學家就會跟你說，咦，你怎可以肯定你看到的紅色是雲公子看到的紅色？大家肯定不到的東西，即是不是你看到的紅色是雲公子看到的綠色，而人公子看到的綠色就是你看到的紅色呢？是即是有一個問題，其實永遠都沒有答案，永遠都沒有答案。現在你再講下去，如果你將有些精神病患者我問你說，那就正正解釋到給你聽為什麼有些人真的對世界接觸是完全不同的。 他是思維失調，真的聽我們說的思維失調，他真的聽到人說話的，我們聽不到的嘛。咁但係你唔能夠話佢喂冇個冇人同你講嘢，咁都喺醫學上就會話俾你聽係啦。
叫你食药，令到即系令到你系听唔到啲声啦。咁呢个就系、是、凸显到你个脑里边系绝对影响紧你接收嘅所有嘢。冇错，即系正如有啲人醉咗酒啊，即系讲我啲唔应该讲嘢。诶、欸，我饮醉咗，我唔知喎。系啊系啊，我琴日有话中意你咩？咁我原来我中意你噶咩？咁即系诶，有句说话叫酒醉仲有茶醉，咁有好多人就会觉得不有呢回事嘅，你根本就知。系。咁咧，我哋讲一个问题，你觉得知唔知？我觉得你要试过先知唔知咯。你会唔会断片嘅饮酒？我就唔会。我会断片嘅。你系会的？我系会断片嘅。你真系唔知咯？断咗片就唔知道啦。说话系。哦，咁啊，我哋运用呢个正事啦。嗱，呢个嗱，净系呢个节目。區區兩條狗，而家有兩個世界。係啊，雲公子就話佢斷片嘅，佢真係飲完酒之後咧，佢會唔記得咗自己做嘢。係，我就同你講，我無論飲到幾醉，我都知道自己有做乜。當然啦，你係要去到斷，你唔知道自己幾時斷，但係你斷咗就真係唔知道後邊發生過咩事嘅。係，係會咁樣咯。你會嘅，即係所，但係所謂斷片係你第二朝唔記得咗。係，你完全唔知道，即係可能你去三個場玩。你只是記得去到第二個場入咗去，跟住你是不知點翻屋企。唔係，咁我亦都同你講，我即係都有斷片嘅經歷。係，但我嘅斷片嘅經歷咧，就係我小學唔翻，我遇到車禍。哦，你撞親個頭。啊，我遇到車禍，咁我比較小巴咧就撞飛咗十幾米。係喺呢個欽州街深水埗度，咁我老豆都做咗成嚿嘢，咁咧點知我冇整到四日之後唔翻，咁咧就整咗之後就變得好聰明啦。咁咧但係問題咧，我整完之後咧好得意嘅。跟住我翻學，系咁咧就健康，我最記得就第一份健康嗰時寫字，系啊系啊系啊，第一份健康，咁我就打開第六課，我唔記得呢個第六課係邊堂嘅啫，我打第六課，因為我上次係知道第六課，系，跟住咧我打第六課，跟住老師問我，咦，我哋教咗第七課第八課啦，我今日就第六課，跟住我話，如果撞車嗰時嚟教，你忘記咗，我忘記咗，啊完。哦咁啊，已經完全變啦，真係。係。我係因為腦創傷嘛。係，腦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做，即係其實人類對自己嘅腦部嗰個瞭解程度都唔係真係特別多嘅啫。你頭先係啊，你頭先講呢一樣嘢就係咯。我有朋友試過機鋪俾人打劫，機鋪俾人打劫，咁就攞嘢卜佢頭，搶佢今年。佢係打完，佢自己行咗去。行咗去个小巴站，上咗个小巴，碌咗喺度，跟住后来我哋问翻佢，你发生咩事？你点样去到小巴晕喺度嘅？佢完全唔知道自己点解喺个小巴度嘅，即系你个脑撞一撞，如果系好大力嘅话咧，其实嗰刻你系会系啦，你就断咗片，就唔知道自己。佢可能嗰刻就好简单，我想翻屋企，我就做咗，咁但系佢完全冇印象。总之佢话我知道有咩事发生，我已经喺医院啦。咁其实。我想你有些人喝酒可以喝到一個你的腦做到這樣的地步咯。我有個朋友就是這樣，但是成日都是喝醉就放埋啲不應該講嘅嘢。所以你話酒醉三分醒，我會有保留咯。但是那個三分醒睇你通，即係我會相信你去到斷片的狀態，其實你做得出的嘢都不是很多咯。即係有些嘢你做了或自己冇做過嘅，嗰啲係呃你嘅啫。我覺得未必會做得到有些人想做的嘢咯。咁啊，講翻 Matrix 啦，咁啊 ，Matrix 就有最大問題就係有一集啦，係，即係就話佢原來佢活喺個幻想世界嗰度啦，係啊，個幻想世界裏邊就係所有嘢都係虛構啦，係，咁啊原來真實咧就係一個浸喺個神溝水嗰度嗰條友啦，係啊，啊，即係呢個係即係 Matrix 一個最重要嘅一個位啊，咁啊，最重要嘅位，我覺得反而係成個故仔講咗啦，係咁噶啦，咁當然最經典嘅個。问题啦，有两种色嘅药丸俾你拣，你会拣边样嘢咧？即系你会追求嘅真相啊，定系你会追求翻我宁愿就翻去当冇事发生啦。因为其中有一个佢哋本身系同伴嘅一个角色都系咁噶嘛，系我宁愿乜嘢都唔知，食翻呢块牛扒我仲开心，做一个有钱嘅人我要求，所以我就出卖你哋啦，咁样噶嘛，喺第一集嗰度。咁呢个我觉得系佢令人思考嘅地方啦，更加多。即系因为你讲个大古仔讲完，醒翻，大家都如果你但系有睇过记得啦，嗰、那个所谓人类世界破落咗啦，食嘅嘢系啲粥水咁啊咁嘅嘢啊，跟住你得翻，即系其实冇咗文明社会咁就系基本上系。
石安啊。係啊，你去翻個部落嘅形式咁嘅做法，冇資源，叫做為生存而生存。咁但係你知道，你知道真相啦，叫做咁值唔值得咧？咁我覺得呢一步先至係嗰個更加大嘅一個討論點咯。即係你為咗咩先？即係如果我亂咁講啦，當佛教，你原來你係得到或者嗰啲我唔知道叫涅槃定係乜嘢啦？你突然之間明白曬個世界運作之後，原來最後係個地獄嚟嘅。咁大佬唔好搞我啊！唔該，係咪先？即係佛教裏面就講嗰個叫覺，其實就係即係亦都唔使講得神神，即係其實佛教就係講死嘅，係。教裏面講嘢就係點樣參破生死啊！即係我自己係我好細個已經有驚死，即係我驚嗰種驚死嘅嚟嘅唔知係點樣咧。我唔知道你有冇相同經歷？我好似喺拍咗條片喺呢度講到，唔知有冇你講過？我講過，好細個已經係有一次，即係應該係七八歲啦。我無端端有一晚諗啊，如果我死咗，咁我依家咪咩都冇？一諗起咩都冇，一諗起遺憾。即係跟住驚到咧，成晚都瞓唔着。咁跟住咧就有好多似呢啲經歷嘅。其實我依家都有嘅，所以我諗起啊，如果我忽然之間我意識瞓入夢嘅，咁我就會咧滾行嘅咯，滾遠嘅咯。咁即係係啊，係有呢個惶恐嘅。你有冇咧？我又冇啊，你有冇？係啊。咁啊，當然我大部分時間都冇啦。係啊。咁啊，即係有陣時我話，咁啊，其實佛學就係想講到慘嘅，即係你要去認同係咩都冇。係。即係你要認同係虛無，即係你有嘅咧，只不過係你覺得你執著嘅。嗱，點解你係人嘅咧？係因為執著咗你。因為你要放下我執咯，就係。係啊，要放下你執咯。當放曬所有執著嘅時候，咁咪一個喜樂嘅點解咯？即係冇所謂，都係咁嘅咯，或者即係佛教我諗又唔使睇得太複雜，即係佛教其實係一個叫做生命導師咯，即係佢想你放低曬所有嘅執著，唔係。佢知道人世間係苦嘅，即係佛教嘅來源係印度啦。印度就係一個比較著重點樣解決痛苦嘅嘢，即係人類哲學就係我點去解決痛苦咧？譬如我哋咁痛苦啦，咁為乜咧？係啦，為乜咧？咁啊，佛陀出嚟就同你講，其實你啲痛苦咧係你放低譬如你對好多嘢嘅煩惱咧，其實係為乜嘢咧？即係譬如你覺得屌你都冇錢好煩惱咁樣，係只不過係因為你。咁但係問題當然你唔講好多嘢，係啊。咁但係問題啊，就我唔好講啦，佢都冇講事，我哋先冇講。佢會講嗰啲，點解你咁執著一個一個女人咧嚇，或者呢個男人咧嚇，佢點解佢執咗啲咁痛苦咧嚇？咁其實唔需要噶嘛嚇，咁錢唔係咁黑嘅，六合彩就放得啦。咁其實唔係嘅，你只要咧放低個執著咧，咁你就即係其實大致上可能去到咁簡單嘅嘢即係佛教可以係一個。系啦，咁如果套用翻落去 Matrix 嗰度咧，咁其实就系、如果你嘅执着就系我决定食蓝色嗰粒肉丸，我唔醒啦，咁你就依然迷恋住呢个花花世界。你都唔知喎，最近系啊，即系你知嘅梗系唔系啦，叫我活喺幻象里面嘛，佢就系问题唔知嘛，咁就会忘记咗我依家定义嗰啲嘢嘛，咁啊，依家即系结果就系啊，即系个类似个意思，即系如果你放翻件事，你唔好科幻片，你放翻人生。睇開啲啦，咁可能就一句。即係係啊，你啲係咯，睇開啲啦。咁其實係我覺得啱，係因為痛苦嘅根源都係自己啊嘛。啊，你可以啊，即係，但我又唔同你講，我你就我要同阿斌走咗，我都會同我自己講睇開啲，咁但係。即係 sorry， 其實我都係好真心嘅呢個節目。我同咗自己講睇開啲，咁但係有時又真係係，即係件事真係發生咗啊嘛，係咪先？係。咁啊，係啊，咁啊，應該要睇開啲嘅，或者應該係要睇開啲嘅方法，或者亦都係唯有睇開啲嘅。你只係你冇選擇啊，其實。選擇，但係個睇開啲，即係如果要我咁樣講，就睇開啲件事咧，就要有啲時間整。呢個係正常啊，每個人都係咁噶啦。即係半年。即係半年睇開。
都这个是我觉得有时候很难讲的，而每个人那个面对这件事的那个处理方式啊，需要的时间啊，都不同，亦都没有一个正确答案。我没得说你，你一个礼拜后觉得没问题，我觉得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咁扑街嘅，我冇得咁话你噶嘛。亦都喂，以前嗰啲系咩啊？三年啊，系咪啊？瑜伽就两年。两年啊，即系我成日讲嘅经典例子啊，苏轼同埋苏轼就真系喺阿苏峻嗰阵之后，喺佢个坟入边啊住咗两年。即系正统嘅瑜伽，即系话你要对父亲表达呢、这个哀思或者个思念咧，系两年时间。系你喺个坟搭间土屋。系，咁啊，至于真相系咪咁，我唔知啦。真相系咁，真相系其实系冇真相，即系其实有好多你哋即系我成日见有好多仪式咧，中国人做嘅，就你都知而家系简化咗好多噶啦。咁但系简化完之后咧，都亦都有人深信，好深信，我一定要做到咁，因为咧传统系咁嘅。咁我心谂就系同先你讲一样啦，你唔好同我讲咩传统，你系咪住喺度住两年先？如果唔系嘅话咧，你依度减啲，嗰度减啲咧？其实你觉得你心安理得就已经够了，你使乜有一个人话俾你听？我嗰个人同边个讲啊？嗰个人同边个讲先？嗰个人几时话俾你听？其实一两年唔使噶啦，现代人我哋做呢啲得啦。咁你做咩信嗰个人啫？咁啊，最后咪自己啊？系啊，最后你自己个点啊？系啊，即系你要明，即系但系人系要明白呢样嘢啊嘛。但系人我觉得有时最难过嗰关就系、是，其实我明明觉得 OK 噶啦，但系出边话俾你听，你咁唔得，你起码要几个月、啊。你起码要半年、一个月、一年几多？即系你个压力无端端，你点解要将呢样嘢俾人哋俾咗你啊？呢、這个就有问题啦。那个人咩嚟啫？那个人卖香嘅啫嘛。你唔好同我讲佢，喂佢卖香，佢唔通每年有工会就开会话嗱，其实而家咧，因为咧时代唔同咗啦，我哋而家烧嘢俾人咧都要烧埋口罩同手机嘅，同埋 iPad 嘅。喂，边个讲嘅啫？呢啲你自己谂出嚟嘅啫。即系。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就系压力唔可以，即系我攞唔到个平衡点，就系呢样嘢究竟我要听几多人出边人讲，定系我自己真系觉得 OK 就算？我可能真系三日觉得 OK 嘅咯，咁点咧？系咪我系咪我一个衰人咧？呢、这个就系个人嘅问题，拣样嘢啊嘛！我成世已经俾人话咧，楼都冇睇吓，即系你唔应该买层楼啦。佢本少咗四十几五十岁，有加薪啊，连楼都冇睇，我都成日俾人话你身边人话，我心谂，咁我中意。想買咗就買，即係我就想買間地產。咁啊，我又買。咁第二就係、是、咁我又覺得咁明明冇買過啊，為咗望我啫。咁點解又要造成壓力咧？即係啲人會問。係啊，但係係咯，人呢、這個痛苦就係點解要人話俾你聽？你一定要我點解一定要剔紅色嗰粒藥丸而醒咗嚟？跟住你話俾我聽食垃圾啫。如果我开心咁样咁咪得咯，咁即系呢个就系、是、里边带出嚟，你正反两面都有，你究竟要听几多出边嘅人讲啊，定系你自己觉得要点做先？因为其实嗰套戏里边都讲咗一样嘢啦，其实唔系真系俾你拣嘅，系一个幻象嚟啫嘛，你已经拣咗噶啦，我只要俾你睇啫嘛。佢后屘就系讲啊嘛，即系啲人话成日话第三集个结尾嗰个问题啊嘛，其实。是专登做出嚟噶嘛？系啊，救世主呢度。是即系其实唔系第一次做到嗰一步噶啦嘛。系已经试好多次啦嘛。试好多次，因为一个完美嘅程式一定要有一啲笔。系咯，系咯。佢一定有啲笔，因为有啲笔先可以令到个程式更加完美嘛。佢嘅讲法。即系佢要不停咁更新多啲嘢系。即系新嗰套。系啦，系咯，都系咁咯。类似一啲咁嘅讲法。我覺得呢樣嘢即係計藥丸之後，佢最後嗰樣嘢其實有好多人都討論過。咁究竟係咪一個系統一定要專登製造啲 bug 出嚟咧？即係一定要有呢樣嘢唔停咁 run 呢樣嘢，係啦，先至做到。係啦。咁佢嘅解釋，佢戲裏面解釋就係話，佢其實電即係機械人係需要我哋嘅，即係做電力噶嘛。係係。咁呢個佢係隔係從科學角度製造咗一個需要出嚟啦。係。咁但係人生理論上係冇呢樣嘢。都系噶，你不断咁制造敌人咯。哦，嗰、那个呢、這个梗系啦，制造敌人就系、是。制造敌人，你嘅国家就唔安全咗，啊，或者你嘅人民嘅向心力就会向心力。
呢套呢套系一套想法啦，即系一好显然美国就系咁啦，即系唔停要揾一个敌人出嚟啦，一定要向外啦，因为冇咗呢个向外嘅引力喺度咧，佢唔会再向前啊嘛。但系你如果调翻转头喺中国嘅话，其实我哋从来好似冇需要过一样咁嘅嘢咯，即系或者唔会特登去挑出嚟咯。即系我亦都相信美国你唔系咁唔停咁搞中国，佢未必会。即系而家你好显然，因为你真系个敌人啊嘛，变咗系，即系你但系啊，一讲讲下就系咯，系啊，但系你不定咁搞我，我唔当你敌人唔得啊嘛，系，咁变咗我哋都有咯，咁但系你话系咪要唔停咁出去要扩张嘅？其实我又睇我哋个文化上边未必系有样咁嘅嘢咯，应该就唔系，即系中国人咯，即系搞掂自己，系啊，即系中国嘅问题。咁所以呢套戏里面，如果你从政治角度去睇，其实都有可以你可以咁去解释嘅。有我见到有啲人都系尝试去咁样将嗰啲唔同嘅角色套用翻呢、這个咧系一九年嘅咩？呢、這个系一九年嘅咩人？阿、Leo 又系边个咁样？我见到有啲咁嘅讨论。伟大嘅地方喺嗰度咯。你套咩来都得咯。套咩来都得，即系其实即系盲啲嘅。系。即系你可以套。系你甚至乎純粹啊，我乜都唔想諗，純粹睇套誒嗰陣，即係睇一套好有娛樂性嘅電影又得，係咁樣咯。啊，即係個舞台可以演飛。係啦。啊，即係呢一套中意係講咁，即係整個世界背後有啲乜嘢，即係或者整個人，即係我哋成個人生背後有啲乜嘢嘅主宰咯，或者叫誒係咯，可以咁樣。你放你喺度，咁為咗咩啫？點解你要出現啫？咁啊，第一樣嘢你出現就為一個目的嘅事情上計啦。咁第二件事就因為你要去受苦啦，因為你係先人，即係嗰套嘢咯嚇。咁如果唔係嘅，咁我哋只不過係推推碳水化合物啫，同呢個就係佢嘅一個後出世係冇分別。咁但係咁樣就衍生個問題啊嘛。咁我點解不可殺人？我點解不可奸人啊？我點解不可盜竊啊？呢個係一個大問題。係。呢、這個就變咗係但係亦都有啲人需要啲嘢，有啲人係唔需要啲嘢。即係有啲人係需要一個我嘅生命一定要有個意義嘅。有啲人係覺得我唔信呢啲嘢都冇所謂。你咧？我覺得冇所謂。你覺得冇所謂？我唔覺得要有任何特別嘅意義喺度。嗱，我哋做節目做咗廿幾集，我同你真係好朋友。啊，認真講。係。我而家同你唔怕打開心扉，我其實同你一樣，我都覺得係即係 nonsense 嘅，即係一啲好之前嗰集我哋都講啦，係好 random、好隨機性嘅一啲事件發生咗，就好似自然衍生咗依樣嘢出嚟。但係我係唯物主義者啦，第一，第二我又覺得啲嘢好 random， 我都明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又會覺得，若然我係 buy 呢套嘢嘅時候咧，我會躺平。但系我但系可能唔知点解咧，我系一个永远都唔会躺平嘅，即系我永远都会觉得，生命咧仲有啲事要做。我谂你个可能你讲嘅方法就即系嗱，你要有啲事要做，到最后目的系令到你依刻开心啊嘛。或者叫敷啦。系啊，即系对你而家个感觉上开心，即系个感觉上舒服啲、开心啲咁样啦。甚至乎你做紧嘅时候，可能系唔舒服嘅，觉得又好困扰、好忙、好大压力嘅，但系到最尾你都系愿意做噶嘛。咁呢个就系你想要嘅嘢咯，就系当刻你想要嘅嘢，而唔代表呢样嘢你做完，其实对你的生命或者对呢个世界一定有咩影响，唔系咁噶嘛。有啲人系会咁噶嘛，即系我会两面睇件事咯。第一，我唔觉得我系有咁嘅天资。能力去欠呢个世界一啲嘢，即系如果我调翻转头，我系立邦詹士，我唔打篮球，系有好多人睇唔到我呢个能力嘅，其实系一个损失嚟嘅，所以我天生系应该要打篮球嘅 ，OK， 但我唔系啊嘛，即系所以我觉得呢样嘢，有某啲真系好多天赋嘅人咧，其实有呢啲喺度，包括嗰啲。一生出嚟數學好鬼叻啊！咁你咪去研究火箭、研究導彈，你係要做呢啲嘢嘅。OK， 即係我細個嘅時候最，我覺得我數學唔叻係乜嘢咧？
打開嗰啲數學書最尾嗰幾頁嗰啲 sin cos beta 嗰啲咪啲程式出咗嚟嘅。你擺我喺度呢個地球上二百年，我都諗唔到呢啲嘢出嚟嘅。咁已經講完啦。即係喺個現代社會，你擺我二百年，我都諗唔到呢啲嘢點做出嚟嘅。我淨係話俾你聽啊，你查呢個表用咁啊計到出嚟嘅。咁講完啦，人哋係幾百年做出嚟嘅。咁已經完啦，我唔係呢啲人啦，已經係。咁你話我冇諗過我要對個社會貢獻啲咩喎？我會係咁諗咯。咁變咗我調翻轉頭就係我點令自己當下開心先。咁咪咁咯。你話係躺平，可能係躺平嘅。咁但係我亦都唔相信每個人都有個使命，一定要為個社會做某啲嘢。但係每個人都有個使命，令到自己每日嘅生活你覺得開心咯。我覺得係咁。呢個結論都好無力啦。你嗰個結論都無力噶啦，咁啊即係就算你話我要為社會貢獻啲乜嘢，咁你都係想自己開心。有啲人係即係同做善事一樣咯，做善事有好多人以為我係幫緊人噶嘛，係啊，咪就係早輪嗰啲人喺度講嘅話，我捐俾嗰個係咪宣明會定乜鬼嘢？發現嗰人又煙又酒又車，關咩事啊？你捐嗰刻你都唔知幫唔幫到人噶啦，從來都係咁噶啦，你做咗你就自己開心嘅啫。如果佢接受咧，你捐款又有你开心啦、啊，系啊，帮咗系啊，帮咗佢啊嘛，系咯、啊。咁、啊、你要佢点啊？系咯、啊，仲要再着住烂衫烂裤咁样喺度研究数学攞个 PhD 啊？咁唔得噶嘛，唔系咁即系佢哋嗰啲人真系唔明你做善事嘅动机系咩咯？咁所以呢个系就变咗系嗰个人嘅问题啦嘛，唔系成个机构问题，个机构从嗰度。呼吁咧，大家做善事咧就冇捐乜捐啊，其实好简单嘅啫，去跑马啦。即系因为我同你讲啦，跑马系一个最直接做善事嘅方法嚟嘅。反正你唔好意思講錯，交到場咧我都輸噶啦，成日有得好 deep 嘅都輸啦。咁咧就你去跑馬，咁你去每一馬一次咧就有13%至15%做個善事啦。嗰啲字就係堅做嘅，係因為馬會每年咧會話俾你聽做啲乜，係堅嘅，一棟棟嘢起出嚟，真係好多嘅福利機關咧收到馬會嘅。唔係貸款，係捐款，係直接捐款嘅，係唔使收嘅。收派彩人少，係啦，收捐錢人多，係啦。咁啊，呢個好正常，亦都唔好諗啲乜嘢助養啊，唔需要搞咁多嘢。你努力倒賣先得啊，最要努力嚇，有幾大注賣幾大注。仲有一樣要提大家嘅，你乜都唔識去買咧，賭 number 咧，你都係好贏嘅，仲會贏得好金添。即係我會咁樣理解咯，做善事係咯。即係我就覺得好開心啊，做跑馬。即係所以，我覺得人。好多時候要諗翻你做嗰個嘢係為咗咩先？即係如果你係純粹為咗當刻我捐咗錢，我好開心，咁咪咁咯。你唔好諗咁多嘢啦。係啊，咁你話你個 purpose， 我 purpose 要幫好多人嘅，咁你做即係我幫到先算啦。係啊，我好驚有啲人係咁嘅，因為我遇過啲人係覺得，我以前就讀書做律師嘅，咁就本來諗住又幫多啲人啦，咁後來發現讀完之後咧又覺得唔係咁好，所以我而家諗住轉翻讀读 premed 做医生，到最后咁医生系直接帮到人啦。咁结果你搞到自己就即系你其实再睇落去，你卅岁都做唔到医生。咁你谂住帮几多年人先？即系你唔好搞咁多嘢啊嘛！即系你突然之间将个咁大嘅使命俾自己，你做到系好嘅。但系你亦都唔好谂到自己可以咁大 impact 啦。有时我。因為我今集同我差唔多啦，即係我話嘅結論啦，即係我覺得你頭先講喎，即係我原本咧做 major 做嘅事，做事啊嘅使命為好危險嘅，即係其實你充滿使命感係好事嘅，即係但係你將你嘅使命感無限放大，其實呢個係世界最重要。同埋使命同能力係應該要掛鈎，有我都見過啦，有啲。好有使命感嘅，做類似我哋個，即係同我背景差唔多啦，即係屋企有間公司，佢好有使命感將間公司搞好嘅，但係能力非常之差，但係佢就要霸住嚟，我係好有使命感，一定係攬住一定要做噶啦，咁結果架船咪跟住真係沉落去啫，即係你個使命感同你個能力唔掛鈎嘅時候，其實係有啲好大嘅問題可以發生嘅。我想講一樣嘢，其實所有恐怖分子嘅係你冇一個好大嘅使命感嚟做。哦，咁梗係啦，係啊，即係我講恐怖分子係例如講啦，特朗普真係有恐怖分子嚟講咁嘅嘢啦，綠色和平嗰啲計唔計？都可以嘅嚇，咁
我即係我覺得，如果你即係覺得自己能力越大，賺越大，越舒服啦。係。咁你去做一啲嘢嘅時候，你係諗清諗錯啦。第一，你做唔做到先？第二，如果你將你嘅使命有無限放大嘅時候，又只係第一件就吞噬咗自己啦。第二件事就為呢個世界造成好大災難。好多時候都係自命不凡。都係。係啊，即係你揾架飛機撞，我成日都講啦，揾架飛機撞埋九一一，就我唔夠姜。所以我成日都讲笑噶，即系嗰阵时你我唔明白、啊，你哋去唔同国家又要 check 咁鬼多嘢，好简单啦、啊，你净系睇个护照香港嚟嘅，你就知道啦。我哋从来睇自己嘅啫嘛，我几时会为一个为国家做出牺牲，为任何嘢做出牺牲？我哋香港人嚟噶嘛，你睇我 passport 已经知道我一定会搞事啦，唔该你俾我过去啦，唔好搞咁多嘢。我哋从来冇咩使命感啫。是不是很簡單？是不是我會覺得是這樣的。我們這個背景的人或者這一代的人呢，還可以說自己有一點混亂了的。你一定不是英國人，你肯定是中國籍或者中國的籍貫的人。但由細到大你都不覺得自己在中國生存生活的。尤其是我小時候，中國的生活比我們富很多嘛。那你就很自然，即系你有优越感好正常啊，我觉得。所以嚟到呢一刻，我哋仲未能完全投入，或者有少少混乱咗嘅系好正常嘅。但系你九七年之后出世，或者而家嗰啲细路仔根本冇存在呢样嘢噶啦。系啦，即系有个呢个历史上嘅问题咯。咁所以我觉得头先我讲嗰样嘢，喂，香港人不嬲都系咁噶啦，又唔知道自己咩人。你要我为咗一样更加崇高嘅理想去牺牲自己？好难啦、啊，系啊！你话我撞架飞机埋去，唔好话你，你话俾我听边架飞机，我就避开唔去嘅啫，只会系、或者你话俾我听，咁咪就报警咯。系咯，即系我第一觉得，即系好大使命感嘅人，即系只有好大使命感嘅人，好崇高理想嘅人，先可以成为好高分子，或者伟人啦、啊，伟人系啦，即系两题咯，系啊，即系你拉身上面嘅炸弹人爆，同做一个伟人或成就嘅人，同一个心态，失联嘅人冇得谂。即系华盛顿嚟嘅，打机即系系同一个心态。系你有一个好强嘅动力咯。系啦。而呢样嘢系要喺你个由心底里边发展出嚟。咁所以就算革命嘅人又好咩都好啦，几痛苦佢都照做嘅。因为佢知道自己想要嘅咩，或者佢知道自己定位系咩啊嘛。所以点解话邪教会洗脑，或者恐怖分子都其实都系呢啲洗脑技巧啦，其实一样嘅。宗教狂热嗰啲又系啦。即系其实就系因为你嗰个人生嘅最主要价值观已经俾佢哋洗咗，或者令佢代入咗一套入去，而嗰套嘢你深信不疑嘅，咁你咪变咗好受，即系你变咗听话啦，好受用。就算系幻象，我都真系，系就算系幻象，我都真系，系咪先？即系我以前嘅石安，系啊，即系我哋回顾翻个共体嘅问题，系啦，即系其实好多人都知系幻象，系啊，人生都系咯，大家都知系幻象，咁但系你。咁人生你话长唔长话短唔短，中间你终归要过时间。咁你如果唔系搞到啲嘢咁复杂嘅话，有啲人可能会觉得闷嘅。闷好大镬噶，闷好大镬噶。其实系噶。系啊，闷好大镬噶，即系我哋嘅要搵啲事做。我成日都讲啦，四十几万加拿大人喺香港，热爱民主。阿芝阿卓，到最尾点解呢阵都喺香港呢，只有一个字而已，就是闷。闷闷闷闷紧要个洞。好，那我今集就用这个做结尾，四十几块的加拿大在香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闷。今天我画风，云公子就闷，那我就再补充一个字，应该是最。好，我们今天时间这么多，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跟大家见面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